我们看这一题，这一题它要你算这个值。首先我们看哈，这个是这个导数啦，所以你展开来的话，交叉下 2AB A， A 乘 B 是等于一啊，所以 2AB 是2。啊，这个交叉项也是2，因为这个是这个导数嘛，这个是这个导数，这个交叉项都是2。那我们现在来看前项，前项有个 sin 嘛啊 ，sin 平方加这 cosine 平方，这是一啊。那再来这里后项哈 ，cosine 平方减掉呢 cosine 平方也是等于一。还有什么？还有sin 平方减 tan 平方也是一啊。哦，这样前后项呢相加的话就是等于3的，那再来就交叉项，交叉项哈，这个交叉项是2嘛，正的，这个交叉项的话也是2，那这交叉项也是2，不过这是减的，减2，所以答案等于这个。那这样的话多少？这是3嘛，3加2是等于5，所以答案是等于5。